好，我们来关，我来。关小，关掉，关小。最小，我最小。我想放个脸。哎，年糕这样煮也蛮好吃的哈、哦。对啊。筋膜层，筋膜层好吃吗？年糕？好吃。这个刚好摆这边，你们挺好的，这样就不会。这牛肉蛮快好的哎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牛肉。哇，有一块红红的，刚刚拿起来有一块好红，我这怎么这么不一样呢？来，这个可以。好。弄上弄上弄上。弄上。哇，我没有包。哇。耶，新年快乐。谢谢。谢谢。恭喜发财。嘿嘿，哎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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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的，咦？金明题嘞？金明题嘞？来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里，来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谢谢，然后再来，姐姐，姐姐说什么？什么狗年？什么狗年？那就没有，那狗年在哪吧？鼠年。那就狗年再来拿吧。狗年再来拿。好，来一个另外一个姐姐，另外一个姐姐。好，再来。来，再来金伯成。金伯成要讲什么？要讲什么？数钱数不尽。对，没错，是数钱数不尽。来，换你了，要说什么？六个。什么？鼠年行大运，每年都是狗年行大运还是鼠年行大运？是狗年还是鼠年？好。那金明题怎么不见了？等一下，哦，喂，他点符号按对中了。金明题，哎，金伯，你就会得到该奖金，然后这边是直接要不要奖金？我都没有讲吉祥话、欸。我没有讲吉祥话，我就想感谢话。感谢话筒啊，金明题，等一下，他去洗手间，金明题放这里。那放我那边。那你先放啊。金明题交给他妈妈。他洗手了，洗手了。这个是要做什么？哎，你也不会对呢。他说上面有一样跟下啊，你先刮旁边有没有中钱？有没有中钱？右边啊，他有刮两种啊。到底刮到了没啊？没有，好像走回本。这把可以换钱吗？不是，你要自己的号码，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号码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对啊，你要怎么看？做家事的谁？那做家事的小日子。一样的。哎，这中奖就200，这个不要加进去吗？就200而已。200有总比没有好，都有中啊。我没有。你要玩，你还要抽两张，两张中。我想要玩。玩什么？我要再刮。没有，我去切切点水果，我去削水果。我笨蛋，你白痴。白痴笨蛋，大家都不要一，已经抽一张了，一有两张。